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道说推背图，今天是第三项丙寅，并下乾上遁。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然后再慢慢来开始。首先它这个图像，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图像是一个女子在站在那里，而且手上右手有一把刀拿在手上，这是个图像，说明它的主角这一项的要讲的是一个女子当政掌权，拿刀权柄，而且拿刀也是有杀人之相。然后他这个称曰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已午。这是他的整个预测的一个诗文，这几句其实已把未来预测得很准，因为事前是看不出他到底表达的意思，但是事后来看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推背图的特点，推背图整个60项很多的预言在没发生之前要去把它分析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一旦事情发生回头一看非常清晰，很多东西都直接就把那个事情就点出来了，关键的字。然后他进一步加强了说，宋曰，这个也是在点明这个人的经历，他的一些情况，叫做参片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一枝拔尽根犹在，乌沉积孰是雄。首先看这个卦的卦象，它是上面是艮卦，下面是个艮卦，上面是一个乾卦遁。这个卦呢，它是在整个64卦里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乾宫的一个卦，代表一种权力，一种变迁，一种阳道将衰，阴道而起，
代表这么一个意思，这就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况，预言的。所以说这个预言是预测的李世民去世之后的一些第一代故事，就是武则天的故事。因为武则天就是出来的女子掌权，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第一位女皇帝，后来都没有了，之前也没有，她在历史上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就是说知名度非常高，在历史上。因为历史上皇帝很多，很多人过世之后，像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中间很多很多的皇帝我们根本不知道，连名字都不知道，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人关心。但是武则天她的知名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真的是谁都知道，主要就是她非常的特殊特别。过一会儿我们再讲她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这就是卦象在预言一个阳气达到的一个顶峰，阴气要出来。因为乾卦是代表了天，代表了皇帝，代表了阳气，而这个艮卦代表了山，代表了阴气在上升。因为艮卦上面一个阳爻，下面两个阴爻，代表它阴气在上来，慢慢的从它的那个根部把这个阳气把它削减。所以说这个武则天的整个经历也确实是直接进入这个后宫根部啊，一个大唐帝国的根部，他直接进入后宫之后做了这个当时的皇帝太宗皇帝李世民的才人。才人就是三千后宫的其中一个地位不太高的一个宫女，一个妃子，但是地位不高，她的年龄很小，当时进宫的时候，而且她在宫里已经待了很多年，这个地位也没有提升，直到遇到了这个李世民的儿子，太宗的儿子，后来的高宗李治，木子李，十八子，治理国家。这个治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有一个香港的一个李嘉诚做生意的企业家，他的孙子他也取了一个这个名字，只不过他叫中间加了一个字，李字中间加了一个字，叫什么长，李长治，他代表他能够过去是治理天下嘛，现在代表他能够守业，因为他一生的这种成就也相当于是一个帝国，他只不过是企业的帝国。这个李世民呢是掌握了整个中国的一个大唐帝国。当时的情况就是那个李世民颇费了一些功夫，因为他的有很多个儿子，有的儿子呢虽然很像他本人，但是他感觉在心性上不好，太凶狠了，他也感到有点害怕，他不用。然后有的人呢又好像比如说孝敬心不够，他也不敢用。然后选来选去都把他自己脑袋都选晕了，不知道该选谁。最后是他的这个一生之中最信任的一个他的皇后的那个兄弟，叫做长生不济，极力的推荐他的这个儿子。最后他发现这个儿子呢一点不像他，为什么呢？他觉得很懦弱，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说法就是比较性格比较温和比较善良，不太喜欢去杀伐决断，他就不适合去打天下。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善良比较心地柔软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会难受，比如说杀生啊之类，他也不喜欢杀生。这么一个儿子最后没办法把他推上了这个接班人的地位，做了太子。所以说一切都是天意，
因为李淳风曾经当那个李世民还没去世的时候，曾经请教了那个李淳风，李淳风就跟他说，他想把这些信武的人都杀掉。李淳风就说，如果你违背天道的话，因为这是天意，上天垂象嘛，如果你把他这个信武的都杀掉，也不问青红皂白，那么他还会来报仇，上天还会让他转世轮回之后再进入这个皇宫，到时候可能会杀进李家的这个李世民的后代都会被杀完，还不如现在就家乡戒备顺其自然。如果这个人这个姓武的人将来掌权之后，他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当他老了之后他会变得善良，这个时候他可能还会保住这个李家的一点这个血脉。然后李世民听了这个建议之后，所以说就没有再杀姓武的人，就把他搁置顺其自然。这些卦就和这个卦有关系，这个卦叫遁卦，遁卦也是逃遁之意，隐藏自己。所以说武则天整个过程之中，他的一生的前半生都是一个隐藏自己躲避灾难的过程，但是呢他又是一个上天垂象，就是说上天降下来的一个，他就是为了要报复这个李世民。因为李世民在生前，我们上一节课就讲了一点，他其实有一些因果报应在里面。因为李世民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他杀的是他的亲人，他的兄弟，然后杀了之后他进入这个皇宫，等于把他的父亲逼到了墙角，他父亲没办法就把这个皇位就很年轻的情况下就传给他。当然李世民也还是做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做了皇帝之后把整个中国推上了一个很高的高峰，叫做贞观之治。我们现在走到外国去都有一个唐人街，唐就是唐朝的唐，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把我们整个这个中华民族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顶峰。在当时这个世界应该说能够到中国来，到长安，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就是当时的首都，能到来看一看就觉得啊太幸福了，太幸运了，当时就有这么好，确实是和李世民的这个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件事情有利有弊嘛，他在治理国家方面很好，但是毕竟还是宇宙大定律无法违背，所以说武则天实际上是上天降临下来要报复他。所以说你说这些后来杀了很多，杀的都是唐，就是这个李世民的这些皇家贵族，这些人被他杀的，杀了好多好多，包括他自己的，当然里面有争议，但是不管怎样他自己的这个好几个小孩，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夭折死得很早。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武则天形容得很狠毒。当然我们客观的看她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所以说她这个预言日月当空赵宁下是这个日月当空是一个字，因为这个推背图它是实际上是打了一个字谜。当时这个在李淳风那个时代日月当空没有这个字，但是武则天后来为了坐稳她的这个江山，因为她一个女子嘛，也没什么一个很好的名字，媚娘妩媚之相，所以说也有传说她是天上的一个狐狸狐仙，因为狐仙是最善于迷惑男子的，所以说他是一个狐狸狐仙下凡来迷惑这个皇帝的高宗。他最后做了这个，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很好的名字，他就取名字嘛，让当时的这些书生
当然他本人也是才学啊文学啊都是很不错的。武则天实际上是个很有这个智慧，很有文采，很有学识的那么一个人，确实是有他的能坐稳天下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皇帝是一个最危险的职业，搞得不好可能就死掉了，杀头了。他武则天他其实当时发明的这个字就是上面左边是一个太阳日，右边是一个月亮的月日月，然后下面是一个空，是武则天当时的这些文人，当时这些就是说最有学问的这些人跟他取的这么一个字，这个字就成了武则天后来做皇帝的时候一直在用的这么一个，就成了他的一个名字了，就是他的称呼。当时啊，就不要让人叫媚娘，媚娘就只能在后宫，不可能做皇帝，因为没有气派，所以说日月当空成了他的一个名字了，照临天下。所以说这个李淳风在推背图里面这句话其实就是预言了未来这么一个人的名字里面的一个字。推背图还有很多很多都是运用这个字来做预言，就像当初那个李淳风预言了未来的这个姓武的人，这也是一个字，他用字谜的方式来显示。结果李世民，因为他只有一个字嘛，所以说李世民搞不清楚，就杀了一个叫做武良子的一个将军。那个武良子就是有武嘛，因为一个将军怎么会叫武良子呢？是一个小名，小时候为了好养，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哪知道这就犯了这个忌讳，成了杀身之祸。所以说这个推背图里面很多很多的那种诗文里面就是一个字谜，就是一个字把它下来，日月当空就是那个武则天后来的一个字。宋是什么呢？他这个扑朔迷离就是说大家都搞不清楚，想杀也杀不完。李世民想把这个姓武的抓出来杀，结果把真的没杀到，把假的杀了，反而冤枉了人。后来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就知道姓武的都被错杀了，全部平反。不闻以武其实点明了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他的姓武不闻以武，另外一点点明了后来这个武则天真正做皇帝之后他大兴科举，所以说不闻以武就是他提拔人才不拘一格，这是武则天对历史的一个贡献。他曾经创造了另外一个时代，武则天的时代，也把天下治理的还不错，还挺好的。作为一个女子的话，比后代的这个慈禧太后啊这些那强多了。慈禧太后把中国都差不多败完了，丢掉了，被洋人八国联军打得到处跑得热火，生死之间。这武则天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武则天在历史上有着一种崇高的地位。
然后他这个颂曰，就是继续说出他的那个经历。参片空王色相空，讲的是武则天进入了佛门。佛教啊，佛教空的嘛，我们看金刚经就知道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心经，这个讲的什么呢？讲的武则天就是未来这个掌权力的人，这个女子将是这个佛门里面，这个就是讲到他后来的一个经历。过去有一个，在古代有一个传统，也是以现代人来看也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传统。什么荒唐呢？就是一个皇帝死去之后叫做驾崩了，他后面有3000的后宫，3000呐，不管是宫女也好，妃子也好，反正后宫的那些女人啊、女子啊等等，皇帝的女人嘛，3000，怎么安置，这是个问题。过去会怎么安置呢？后代的皇帝可以继承这些人，这些人就相当于又变成了下一代的皇帝的后宫里面的人，这个呢就有一点在伦理上有点说不通，所以说后来就做了改革。李世民他在驾崩的时候就吩咐尽量把这些人呢放到那个庙里面去修行，所以说当时有一个感业寺，其实就是皇宫里面的皇家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场所，就是把这些后宫的这些女子放进去做尼姑修行，就不会再有这种男女之事，也不会让后世的这个皇帝在伦理上说不清楚。所以说李世民一去世一驾崩，什么武则天呢，后宫好多好多的嫔妃都到了感业寺去把头剃光做了尼姑，武则天呢也不例外，她也做了尼姑了。她做了尼姑干什么呢？那当然在那个寺庙里面该劳动劳动，该修行修行，该看经书看经书，当然所以说叫做参片空王色相空，讲这个。但是呢他一个上天的这种安排的话，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就是说改变，也不是人类可以控制得了的。为什么呢？这个武则天就有一个奇遇，就在李世民还没有去世之前，然后李世民在临死的最后一年身体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呢，他这个儿子太子李治是个孝子，很孝顺的，他就每天基本上他都要到皇宫里面去问候他的父亲父皇嘛，去问候身体好一点没有啊，表示这个关心啊这些，他天天去。这就发生了一个奇迹，有一天到了个皇宫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已经问候了李世民，出宫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武则天，当时就是武媚娘。因为武媚娘进宫的时候很小，只有10多岁，见到这个李治的时候，其实武媚娘也是年龄很小的，因为当时的李治的年龄也才刚刚成年，也才20来岁，而这个武媚娘还要比他小一些，所以说他们也是天意上天的安排，再加上武媚娘肯定也是一个绝色的这种美人，在古代就是美女嘛。这个太子一看就目不转睛，移不开这个步了，走不了了，两个就问候嘛，就聊，结果非常聊得来。然后由于这个太子他每天都要进宫，他们就有机会，因为那个李世民天天在床上躺着生很重的病，所以说无心过问后宫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过程之中就好上了，就是叫做过去古代叫做私定终身了。虽然从伦理上说不准说不通，但是从年龄上他们年龄很相近的，武则天比那个太子要小，
他们很聊得来，很谈得来，然后就好了。好了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就所谓的海誓山盟，这就是埋下了一个伏笔，未来的变化叫做一朝重入帝王宫，就是皇帝去世之后，武则天就被赶出去了，到了感应室做了尼姑，天天看什么心经啊、金刚经，看这些东西。然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因为他的命就是在做皇帝的命，做皇后的命，哪里可能天天在那个青灯古府里面待着，肯定他受不了的，苦熬日子的。结果呢，机会就来了，因为他前面有这种基础，感情的基础，又是上天的那种安排，所以说任何人要去强迫的去求一个姻缘，或者强迫的去求一个感情，都是不可能的。他能成，他有前世的安排，有多世累劫的这种轮回转世的那种情感等级。所以说这个又过了，他要守孝嘛，正好过了这个守孝期，跟皇帝守孝之后，一般是守孝三年，守孝之后他就要出去，因为那个感应寺是皇家的这个寺庙，所以说他进去之后去参拜，再一次偶遇武则天。对这个皇帝来说是偶遇，因为为什么呢？他做了皇帝，他后宫的这个嫔妃那肯定非常多，他早就记不住这个武则天，但是作为武则天是精心安排，知道这个皇帝要来，他就在无意之间就邂逅。邂逅之后，由于这个武则天跟他有基础，再加上也是一个绝色的美女，在他那个时代，然后又是他不是一般的草包，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武则天的这个文才呀、智慧呀、口才呀等等等等，综合实力非常强。因为他是上天，他就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投生的，他的这个灵魂，他在过去是也是上天降下来的，所以说他优于这一普通人，所以说他一见之下，两人有缘分嘛，又好了。好了之后，然后这个李治就把这个，就是这个已经是皇帝了，李世民的儿子已经不是太子了，皇帝，他就给他这个这件事回去跟他那个皇后，当时的皇后叫王皇后，聊了聊，商量一下。这个王皇后正跟一个萧淑妃，一个嫔妃竞争，展开竞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萧淑妃是很绝色、很漂亮，又善于就是这种妩媚嘛，妩媚之处的。这个王皇后一般都是处于那种非常的那种尊贵的那种大家的那种，很他的那种家族是很高贵的那种，他就是平时就是很尊贵的，相敬如宾跟皇帝，但是皇帝就不太可能就特别对他好，特别喜欢他，就没有。他一看，哎，还有这种机会，就是有个武媚娘，正好他就这个王后就是天意，王后就把他接进来了，就是说，哎，把他接进来。他的目的是安排一个，把武则天培养成他的一个棋子，跟这个萧淑妃竞争。哪知道世事难料啊，这个武则天哪里安于做你这个王后手下的一个棋子呢？他不安，不愿意嘛，很快的。这个武则天入宫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第一个太子，叫做李弘。弘是那个弘法弘大的弘，生了一个太子，他就拥有了地位。这个最大的手段在历史上记载是有争议的，就是武则天杀掉了自己的女儿，一个婴儿，很小很小的。怎么杀的呢？这个王皇后来看他，当天看他的女儿，看到之后王皇后走了，然后武则天就把那个女儿就掐死了，掐死了之后，然后他装作不知道，然后皇帝来了要看他的这个女儿嘛，公主嘛，
结果打开这个襁褓一看，已经死了。皇帝气得不得了，怎么回事？然后武则天就在那里大哭，就是刚才就问周围的人都说是王后来了，这下就火冒三丈，就准备废掉这个王后。后来当然这个过程又经过了很复杂的过程，因为当时最有权力的大臣是反对的，反对废这个王后的，包括那个长生无忌，他是直接支持这个太子做了皇帝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皇帝也是会听他的，他的权力当时还比较小。又经过了很复杂的这个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看历史，我们从修真的角度，从修行的角度，就觉得实在是太残忍了。我们所有的修行的人肯定都无法下手，不管是这个是有争议的，就是武则天杀掉了自己的这个婴儿，他自己生的，这是有争议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是生病，然后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太好，或者是他有这个业障就死了，然后他嫁祸于人，过去很多嫁祸于人的皇宫里面的，还有什么狸猫换太子等等故事，都是历史上的真实发生的，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为修行人来说，那种斗争的残酷其实完全像我们根本不想参与这些，宁愿放弃，做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最幸福的，做修行人是最幸福的。这也让我们看穿了这个人间的所有的名利啊，这些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一个人不要去羡慕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一些那个专名之人，没有必要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没办法的。包括武则天后来为了做这个女皇帝，还亲手杀掉他自己的儿子，这种事情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忍受啊？受不了的。所以说他是已经不是普通人，就变成了铁石心肠，就没有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善良啊、慈悲啊，他为了争夺那个权利。所以说我们远离那种，按道家的说法就是我们逍遥自在，那是最高级最好的，没有必要去勾心斗角，那么难受，那么压力重重，那么生不如死。这个故事我们要学这一点，才算是明白这个李淳风的这个要义。后面一句话叫做夷之薄境根犹在，就是武则天杀了好多人，就是把李氏天下，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就杀的兴起，杀红了眼，反正他觉得有危害他的这个地位的都杀掉，管他是他的儿子也好，或者是那个李家的其他的一些皇宫贵族也好，或者是那个长生无忌这是权贵的家人也好，都杀。而且最离谱的是把他自己的姐姐也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姐姐那个当时的这个皇帝就是那个高宗和他姐姐好了，他就那个嫉妒心非常强，他生怕他这个姐姐夺去了皇帝的这个爱心，是不是？想一个方法就把他杀掉。然后呢，他这个姐姐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武则天的亲生的子女。这个子女呢，又进到宫里面，因为他那个家族的人可能有基因，一个个的都那些女儿都如花似玉，非常漂亮。这个皇帝呢又喜欢他那个子女，他那个子女呢就想报复这个武则天，所以说武则天在他没有报复之前又想个办法又把他杀掉。已经到了就是说在他那个争夺权力那个过程之中有点丧心病狂了，那完全就是说达到了在李世民还在的时候，李淳风就运用那种超高的这个预测能力，就预测就说以后反正只能他在老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改变，这样就把这个李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人杀的个
差不多了。但是呢，在推背图里面最后这句叫做根有在，根根基的根，就像一个大树，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摧残，有什么台风狂风把那个树枝啊这些都吹掉了，但是呢还算幸运，那个最深的那个根没有把它去掉。正因为有这个根，这个根呢就是这个李世民的后代，他的孙子了嘛，其实就是武则天自己的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因为他在那个过程之中已经不是一个，不能以普通人的这个心理状态来看他，他把他的这个儿子一会儿弄上去做一个太子，或者是做几天皇帝，一会儿呢又贬到一个外省，过去叫贬出去了，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已经就是玩弄于股掌之中，然后他自己做这个皇帝。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从普通人来看都是不能理解的，都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呢我们看有的父母，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种现象，变相的跟武则天一样的，有的当母亲的非常的就是强势，他觉得既然你是我的儿子或者女儿，你就得听我的，不管是选择职业取向，选择这个读书读什么学校，选择什么专业，他都要强迫他的子女这样做，考多少分分数他也强迫他，就跟武则天差不多。虽然看起来武则天更加的丧心病狂，连他自己儿子都折腾，但是我们想想有的要反观自照了，对自己的后代虽然没这么严重，但是也其实没有给自己的小孩的一个自主权。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修行的角度应该给子女一个自主权，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自己喜欢的方式，这样他是会感到快乐。那不然他什么都受长辈的这种压制的话，他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我们需要修行的，修到最后应该明白，我们应该多给子女子孙后代做积累福报，这是最重要的，做大的财布施，大的法布施，而且长期坚持一生，坚持十年这样走下去，这才是对于子女最大的负责，而不是强迫他非得听自己的，选什么专业选什么什么，这跟武则天一会儿让他的那个儿子去做皇帝太子，一会儿就贬下去，什么也做不了，那不是折腾人吗？换一个人可能就死掉了，因为他的这些儿子们也最后到了让他做皇帝什么也不做，不敢做，搞怕了，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然后任何一个东西呢叫做上天垂象嘛，就是上天的安排。怎么知道是上天的安排呢？最后这一句到底是母鸡失承还是雄鸡，因为在古代没有这个现在这个综合表来记时间，它是靠鸡鸣，鸡鸣的话一般来说不会是母鸡的，是雄鸡，雄鸡起来叫，早上几点几更天，几更天，三更天四更天五更天，雄鸡它会起来叫的，它能够知道这个天时。而现在武则天呢是叫做母鸡失承，它掌握了这个权力，它来失承，但是呢这是天意，其实是上天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皇帝呢身体不好，身体很差，他的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头疼。他每过一段时间就头疼，头疼之后没办法上朝，没办法去处理政务，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皇帝管整个国家，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很大的大企业的这个总经理，要管整个公司，比如说有几万人的这么大公司，非常累的，不是想的这么容易。所以说要想做大事的话身体要非常的
强健，这个神经心脏也要非常的强健，否则的话死得早。就是这个李治这个皇帝，他其实寿命也不长，55岁，但是呢在他那个时代他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虽然在后世对他评价不高，因为他是承前启后的，他前面一个皇帝李世民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皇帝，了不起的皇帝，在历史上评价是非常高，可以说登上了顶峰的。然后他接下来遇到的武则天，武则天又是一个另类艺术女皇帝，唯一的一个女皇帝，而且这个女皇帝你干得不错，做得很好，把当时的虽然把这些皇宫贵族杀得个一天战战兢兢害怕，但是这些老百姓很拥护他的，老百姓过得很舒服，因为他颁布了很多政策，对老百姓都很好。所以说这个李治夹在中间就好像没什么功劳，但是他的功劳其实蛮大的，他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当年，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当政时间算是很长很长的，他有30多年当政，他做皇帝的时候才20多岁，20多一点，然后他去世的时候55岁，比李世民小一点，李世民年龄59还大一点，但是他也维持了30多岁，30多年的这个当政。当政的时候确实还是做得不错，比如说他在武功方面他灭掉了一些少数民族，叫做突厥，是一种少数民族西方的，然后灭掉了百济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韩国呀朝鲜那边，当时在古代叫做高句丽，就是朝鲜，古代的朝鲜被他灭掉了。所以说朝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附属中国的，每年要进贡的。后来由于在这个清朝之后，中国这个慈禧太后实在是做得不好，只顾他自己一个人，没有顾到整个天下，所以说很多小国家就独立出去了。中国那个清朝自身难保，最后灭掉了，孙中山一起来把它灭掉了。然后正因为他有头疼病，所以说他就无法上朝。这个时候武则天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女子，她在长期在这个后宫之中，她就不安于在后宫，她就想管天下。所以说当年这个李治在位30几年的时候，他每天处理不完的公务，他回到后宫，武则天帮他处理，帮他批改，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总经理处理不完的，回家之后把文件带回去，然后他家里的那个妻子帮他处理，帮他批改。你想想，这就锻炼了武则天，虽然武则天当时还没有做皇帝，但是其实已经很善于处理这些国家大事，他就已经学会了，锻炼了他们。然后有朝一日这个皇帝驾崩，他在驾崩之前，由于这个皇帝长期头疼，他只要一头疼就没办法。有一次头疼用那个问那个太医说用那个针灸的方法，刺血疗法，就在头顶出一点血，武则天还很不高兴，说要把他杀掉，但是这个皇帝觉得这么难受就试一下吧，一试哎效果还不错，但是由于他是业障病嘛，所以说他还没办法彻底解决。为什么是业障病呢？其实就和这个李世民杀掉不该杀的人有关嘛。然后他是继承他的这个天下的人，他就要继承到他这个业障，这在道家是非常看重的成父，因果成父。佛家因果是自己的轮回转世，上一世上一世上一世，这个成父就是自己的基因，自己的祖先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什么好事，这叫成父。做了好事他继承了皇位，做了坏事他可能就头痛病，他这个头痛要他的命了，
最后倒是有一个道士教他养生之道，他只要用那个养生之道一练，他的身体就会缓解，就会好很多。但是他没有坚持，因为一个皇帝要长期坚持锻炼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很多事情最大的不容易是后宫三千。所以说道家讲的是不要禁欲，不像佛家讲禁欲，但是他讲节欲。皇帝要节欲是非常非常困难，哪怕他想节欲，回到后宫一看，哇，美女如云，他这个欲望就会调动起来，这个欲望一起来，最后就要他的命。所以说古代的皇帝长寿的人不多，不多，很少的。清朝倒是有几个，什么乾隆皇帝啊、康熙皇帝啊，这倒是挺长寿的，但是也有寿命很短的，雍正皇帝寿命不长的，中年就那个了，过去了。所以说这个预言就每句话都是应验的，日月当空照临下土，这个就是一个字，字谜，就是武则天的名字。然后扑朔迷离，搞不清楚，不闻一物，他的姓出来了。而且武则天大举，这个历史上最重视这个科举，就相当于就像现在的什么文科状元啊、理科状元，现在跟古代比的话，古代更尊贵，因为古代一个状元出来、进士出来直接不做官的还要尊贵，因为没有现在多，现在比较多嘛，考学的。然后参片空王摄相空是讲的，他就是四大皆空，但是毕竟他还没有达到四大皆空。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后来他召见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讲的六祖坛经，他召见那个六祖的时候，六祖不去，因为六祖知道他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嘛，这些得到的就不想见他，就这个原因。而且在李世民时代，我们这个道教居于整个中国的第一的宗教，到了武则天，他为了打击这个李家天下，他就把这个佛教提上来，这个时候佛教就提上来，就占了上风。所以说后来当武则天去世之后，后来到了武宗，唐武宗的时候，就彻底把这个佛教打灭，灭掉嘛，灭佛，消灭的灭，就是把佛教打倒。所以说当你听到一个教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这个很难说的。比如说武宗时代，他就是说这个佛教非法的，如果谁要信佛的话可能要被抓起来。武则天时代呢，合法的，谁信佛教的话那就是件好事，是个大家很高兴的事情。武则天在晚年呢，就是他最大的，就是人们就是议论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在色之上，所以说色相空，空不空呢？没有空。他在色相上他就用了两个人，很年轻的，他已经很老了，武则天寿命很长的，活了82岁。他在70多岁、80多岁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就相当于一个皇帝的后宫，用了两个美男子，张易之，两个都姓张，天天偏心偏心。他们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什么地位呢？连那个宰相就相当于是现在的总理，这种人都还要有什么事情先要请教他们，这就有点过了，就是把这个世界就搞乱套了。因为他这个后宫的这个未必他喜欢的这个长得很潇洒的这种所谓的美男子的，他未必懂得治理国家，未必懂得治理朝政。这样一来呢，他的晚年就有点那个叫什么呢，昏庸了。虽然他早年其实是非常精明的一个人，但是晚年还是不行。所以说人年龄太大的话，不要就是说抓住那种权力不放。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呢，修炼来说其实什么都带不走，比如武则天最后死了，去世驾崩了，能带走什么呢？带走天下吗？带不走。哪个皇帝能带走天下？带走权力带不走，带走财富金银珠宝带不走，什么都没带走。然后他修行修的也
纸上谈兵。为什么？他其实说这个，他文采很好的，他说这个他学佛的嘛，说什么金刚经啊，什么心经啊，头头是道。他能做到吗？不能做到，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争议非常大的，在历史上就这个道理。当然这也是和他的身份地位有关，他处于那个位置。所以说有的后来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有的公主亲自看到这个里面的亲人之间的残杀，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说唐朝的公主是做道士最很罕见很惊人的。为什么要做道士啊？他们就不想管人间的事情，直接修仙逍遥自在。最后有的公主也是修成正果，直接飞升仙界的也是有的，在历史上。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就是一分为二。他有雄才大略，做得挺不错的，但是他那种残忍的话，让他的后面的这些公主啊，这些都感觉不寒而栗。所以说他们都宁愿去修行做道士，到山里面去隐居，好多公主都去隐居了。所以说我们来了解这个推背图，既学习我们的这些古代的这些道士们，比如说李淳风、袁天罡这些非常高深的这种易道和这个法力，能够知道过去几千年的事情，未来几千年的事情，这是非常神奇非常不可思议的。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里面人间是一个幻象，所谓的幻象就是你身在其中它都是要发生的，就像一个人做梦它也是真实在发生，时空不一样的，但是它都是不断变换的，里面的痛苦烦恼没办法根除，唯有修真。修真就是去味成真的一个过程，把这些幻象慢慢去掉，不再留恋这个人间这些东西，然后逐渐的通过非常大的布施的把自己的财布施出去，把自己的这种力量布施出去，然后对待这个要勇猛精进。一旦下定决心今生修出去，因为我们最好的归宿在东方长乐寺里，就是太乙救苦天尊的他的那个仙界里面去，是因为他发的这个愿要接引我们所有和他有缘的，特别是中华民族里面的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一的要走向东方长乐世界那一个无比美妙，就是用我们人的智慧已经无法理解它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和多么的美好。我们人类一思考，天尊在上面就知道又想错了。为什么你的智慧就人类的智慧在整个宇宙高级生命里面不高的，很多外星人科技都远远高于人类。所以说人类一定要谦虚，就像六十四卦里面的谦卦，六爻皆吉，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谦虚，要全力的意识，这才是我们学习这个推背图要达到的这么一个意义之所在。性命双修，调整自己的心性，每一天要抓紧时间，不要觉得时间好像很多，时间没那么多。这只要稍微看一下这个新闻，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寿命在我们这个时代都不长，而且得一些怪病，有的是灾难，有的是病疾病，这些都是人类的这个苦难是挺多的。这个原因还是自己业障，这一生也没有做很大的这种福报，还没积累。那么过去生自己都记不住，那肯定还做了很多杀生之类的事情。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天天把我们的所有的经典有空的时候就反复听，特别是道说金刚经、道说西游记、道说六祖坛经、还道德经等等等等很多经典。好的，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今天的
同学们倒是有些问题，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一个，我先讲这个问题，他有一个复习问题，就是到底是顺复式复习好还是逆复式。他觉得他过去用的复习方法呢已经很好很上路，现在他用另外一种呢就感觉有障碍。那么我讲一个小故事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今天就回答你。他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就修炼，修炼之后呢他的年龄比较大了，一个老太太，他从70多岁开始修，寿命很长，一直修了20多年，到了90多岁他还修。别人问他怎么修的呢，他就是念咒，就是太极不天真，他就是6个字太极不天真，有时候要念9个字太极不天真大慈悲，9个字，就要么是6个字要么9个字，他天天这样讲。然后突然呢有一个得道的一个高道从那里经过，看到那个山庄后面发出阵阵的金光，觉得哎，这里有得道高人，进去看一看啊，是个老太太在那里念这个天尊的名号，就问他怎么修的，他就说没有方法，就是念天尊的名号，平时呢做好事，非常喜欢做好事，看到任何人的不幸痛苦他也会跟着不幸痛苦，看到任何人高兴他也随喜，他也很愉快，他的心性调整得非常好。然后呢听他念那个天尊的名号的时候，由于他有感觉到念得不对，这个得道高人就说你念得不对，我教你怎么怎么念，他就是正宗的这个当时的官话嘛，就长安的那个语言，唐朝的长安的语言就官话叫做，就是正宗的这个，然后他就念，念了之后他就在那里招待他吃饭，吃了他就走。第二天走了之后他回头一看，奇怪呀，那个老太太念念念念一点光都没有了，他就在想了一半，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问题，出了点什么错，他就回过头又让那个老太太说，你现在试着还是按你过去的那个口音方言来念这个天尊的名号，太极不天尊大慈的。那个老太太就用他的方言，就是土话嘛，不标准的就在念。然后这个高道到山上向那边一看，哇，阵阵的金光又起来了，还隐隐有紫光，紫气东来的，已经得到的那种感觉了。最后这个老太太临终的时候，她的这个灵魂飞升到了东方嫦娥世界，获取了正果。这么一个故事就回答了，就是你的呼吸状态怎么舒服，过去已经它已经和你就是说相应了，感应了，发生了，你就不要改变了，不要变了，就这样一直修下去，你会一生成就，多念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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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